大家好，今天要来介绍台南多肉植物盆栽专卖。在台南有一间专门设计多肉植物的店家，叫做心情故事花坊。这里设计的多肉植物盆栽采用国外进口设计盆器，为台湾地区客户设计，最适合开幕送礼的样式，也可以放置于餐厅、民宿、高级住宅、展览，不仅美观，看了也很疗愈。不过多肉植物并非工业产品，每期都会有不同的样式，如果需要样式的话，请于一星期前预定，师傅才能有充分的时间制作，如需马上送，我们店里有提供多种样式可挑选，欢迎来电询问、加 LINE 或是到我们的 FB 留言。心情故事花坊用心为您提供各式花礼服务。